嗨，给你们看一只第二版级的菲儿小比熊，看一下可爱吧？天哪，像假的一样。对，脸型长得特别甜哈，它是小舌头黑黑长的。呀，太呆萌了。对，黑黑的鼻头，大大的眼睛哈，脸型长得也嘟嘟的，太甜了。嘴巴也特别短哈，给你们比一下，只有一指宽。哇，太绝了。对，毛色也非常白哈，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小身板啊，它的体型也不大哈，只有巴掌大，小腿也短哈，就是出门放在包包里也特别方便的哈，真的太萌了。哇塞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甜的比熊啊。哇，别看它小哈，它体质非常好，咱们下来玩一会儿吧，给粉丝看一下啊。你看这小屁股晃荡的，真的跑得乱七八糟的哈，像个小棉花糖、小肉墩儿一样。过来宝贝，哎呀，来，过来，小屁股一个劲儿的晃荡哈。像他这种状态，就是新手养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哈。对。哎呀，求抱抱呢，宝贝。哎，抱抱吧。特别是他的性格，我超喜欢哈，躺在怀里一动也不动的，像个假娃娃一样。太萌了，我的天哪！如果你们对品质要求比较高的，喜欢点那甜的，追求高品质的话，你们可以考虑把它带走了哈。拜拜了，宝贝。拜拜啦！真的太可爱了。